Hey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ome Illumino.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last uploaded or created this kind of chit-chatting video. You know, most of my videos are about teaching, and I have always been focused on producing some videos related to teaching, related to how to help you to memorize English vocabulary or how to enhance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 But today, I'll be sharing some books that I regularly read, which my students have also been enjoying, or you can say being forced to read by me. 那我们现在呢，就换回中文来说明一下，因为这部影片呢，其实会出的原因是因为蛮多人都会想要请我分享一些阅读的书籍哦。那我自己刚刚好呢，就是学生跟我升上高中一年级之后呢，我就会给他们开始读像是小说，每一届读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我在这部影片里面也会分享一些我在使用的阅读的材料给大家，就是当分享。那这部影片也不算是教学，也不是非常 serious 严肃的影片，但它也不是 for entertainment， 也不是娱乐性质的啦，是我自己觉得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觉得蛮好用的。好，那要怎么说呢，其实我因为我录这个影片其实都没有在写脚本或打草稿的，那大家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 casual 非常轻松的影片在观看就好。好，就是 有点像是聊天性质的嘛。那我现在手边呢有蛮多的书，不论你是国中还是高中，那也会跟各位就是一一的介绍。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呢，其实身为一个老师嘛，我觉得学英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阅读，那你就多阅读。很多同学他在背单字的时候他会很挣扎，或者是在学文法的时候常常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哦。那我觉得呢，我们主要因为我们是补习教育嘛，是走升学类型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课堂上会要花很短的时间，然后要把很多的资讯塞到你的脑袋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同学说，哦，这个口诀你要把它记下来，然后这个用法你要去刻意的去把它背下来。但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阅读的习惯，你在读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么多需要刻意去记得，它就会变成很多用法，英文的用法它会变得是很自然而然的。像是最常见的，我们以前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说什么什么的，我们常常会说 A of B 啊，就等于 B 的 A。 可是这个例句哦，这个举例呢，这个 of 它也不是通用的，像是门的钥匙就是 the key to the door。 好，那同学 会问说啊，为什么这边不是 of？ 那像是比赛的门票会是 the ticket to the game，他也会问说那为什么不是 of。 那我们当然在课堂上会跟学生去解释哦，因为怎样怎样嘛。可是呢，像是如果你阅读，你有常常在阅读，你有一个阅读英文的习惯，那你在写到这种刻意要去出题目考你的题目的时候，其实很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就像是我们为什么到国外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规则哦。所以其实阅读可以帮助我们长期的累积一些语感之类的哦。我觉得学英文语感然后跟文法的规则都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哦，我就偏向语感那一派，或者是我就死读英文文法，那其实都很不是很 OK 的啦。好，所以今天我就是准备了一些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先从年纪比较小的开始说，然后我会慢慢讲到高中。像国中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像我这边就有一本这个，这是什么？这叫 It's a Fables， 就是伊索寓言。这里面的故事呢，它你看，像我自己都有在看，它就是这样短短的，然后有中英搭配。我觉得一开始你要接触英文阅读，你不太需要把它一次就看得很长一篇，你可以先读一些有意义的短短小小的，就像是每日一句啊，它就算是一句英文，一句短短的英文，我们也可以就是去把它记下来嘛，然后再慢慢的变成这种 It's a Fables， 这种比较能够学习到一些 moral lessons， 一些
一些道理，然后同时又可以去读一些短短的英文的。好，那老师现在讲的所有的用书都是我们在读书读课内之外的时间可以去安排的。好，就是如果你是年纪小或者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是接受很大量的阅读的同学哦。好，这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呢，因为你知道国中往上升至高中嘛，那高中有一个暑假的那个阶段呢，我其实会推荐我的学生去读一些小说。好，那我先讲一下我不推荐怎么样的小说。像是这一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Me Before You， 这种就是剧情类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我之前有去电影院看，然后看了电影我才买了这本书。我不太建议同学现阶段，除非你真的很喜欢文学，很喜欢剧情类的。我觉得要高中生要读懂这种类型的文章，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点，就是比较困难。好，所以像是小说类型的我就先把它 pass 掉。但是我觉得我会让我的学生读的是什么呢？一样，像我去年的学生高一生，我就是让他们读这个，读里面五十个故事。那这五十个故事也就是短短的，然后也不会太难，就是短短，它不像是有一些剧情然后要把它走完，它就是读完一篇然后就没有了。对，但是这个是需要他们程度好一点点的。好，来读这种书。再来就是这一本是今年的高一，我帮他们准备的是《原子习惯》，那里面的重点就是想说小小的习惯嘛，就慢慢培养，然后后续呢就可以帮助你有很大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本书不错，可以适合高中一年级就来看。对，因为我们知道啦，国三升上来嘛，考完试嘛，其实那个英文有落差，对，所以这一本其实我们要有一点点程度，你不能就是英文很差很差，然后就来读这个，你会光查单字就查不完。所以老师建议你，就是如果你要读这些小说类型的话，可以从 B++ 就开始努力看看 B++ 到 A， 然后 A+ 跟 A++ 就不用说了，这个就是很适合你可以做一些阅读。那像老师刚才有从比较简单的开始来提起嘛，就是像是你，我可以慢慢从 Aesop Fables 伊索寓言开始读。好，那我们现在我再来讲一些就是我有推荐的小说，这是我自己最近买的，你看我还没有拆封。它这个是有一个系列的，那我这一本是 How to Talk to Anyone Anytime Anywhere， 条列式的，可以很容易就看清楚的，我觉得蛮推荐给高中生来看。然后还有这一本是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 好，它也是就是很短篇，它每一个 chapter 里面都有在讲一些内容，那我觉得都是蛮能够在闲暇时间的时候就是拿来看看嘛，也不是说真的要很认真的把它去研读一下。就是我都会跟学生说，你要培养一个习惯，就是要从把这个阅读英文书的这一件行为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像是这边我已经开始看了，像是他的 chapter 1，他说 The journey to finding the root cause of suffering， 就是痛，人会受苦受难的根本是什么？那我就觉得对于生活来说是蛮贴切的嘛，因为谁生活中没有受过一些苦难嘛？那我们就会去想说，那它的根本是什么？好，这都是比较偏课外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回到刚才老师一直不断的有在强调，就是如果我的英文真的不太好，然后一下子要让我看这么多小说，我可能会查单字都查不完。那现在呢，我有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常我上课我不会马上上课，我会留一段时间，然后让学生去读我指定的一些读物嘛。好，那就不是小说类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就真的没有时间来阅读。好，那我觉得你除了读你自己学校的课文或者 magazine 之外，我其实蛮推荐这个 Oxford 的这个课本。
这是香港在使用的课本，我请我的朋友帮我带回来。然后这个是它也是一个系列的，那我不知道台湾买不买得到，我觉得是它的内容都蛮好的，就是这个系列它有一然后二，现在我的学生在使用中，所以它不见了，我把它拿到补习班里面。还有四，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把英文之后考好的话，这一个系列也是蛮 OK 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阅读，然后它会有听力跟一些练习，它其实有点像是学校的课本，只是它的内容跟用字我觉得都会在你知道高级一点点，不像是因为我自己教各版本的内容已经教了很久，不难会发现好像考来考去或单字用来用去就是那样。因此我觉得同学你在读你的学校读物，如果还有时间，不可能没有时间，如果没有就把时间挤一挤，挤一挤时间就出来，你可以给自己像每个礼拜就读一篇或读两篇，像我的学生他们有补习，我就会强迫他们每一次然后就要完成里面的内容，然后单字要背，就是多阅读啦，我们要找时间然后让自己多阅读，多接触新的单字，要跳脱那个课本，就是课本的东西我读一读，然后我一定要再培养自己一个阅读的习惯。好，那我觉得讲到这边呢，你也可以去书店寻找一个你喜欢读的内容，然后从小小的读，慢慢的读，就是要开始读。可以来一个短短的 summary， 如果你想要先下手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这个是我上课我没有教他们，可是我会请他们阅读，那一学期就是要读完一本了，所以你想想看，他们除了平常高中生要读龙腾课文，然后要读英杂来补习班，也会有补习班需要去处理的一些工作量，一些内容要去把它处理好，那我建议同学是在高一二的时候要多多培养阅读的能力，然后要多背单字，那文法句型其实不是很困难去解决的，你只要有上课，只要有听老师的课，文法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不好解决的就是阅读能力，它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养成，所以我建议你从高一就是要强迫自己要阅读，像是我的高一生就是要跟我读一些我喜欢的小说，所以他们在读的同时我自己也在跟他们一起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阅读习惯的培养。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说，哎，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受苦？那我们受苦之后该怎么办？或者是我常常不是有出一些主题课文嘛？那其实你们看到的主题课文也都是我自己有兴趣的话题，像是已经出到第二册了，那些内容也都是平常会问学生说，哦，像我之前出过一篇躺平模式的文章，我就说，哎，你的人生觉得躺平好还是不好呢？工作好还是不好呢？所以上课的时候可以去互相分享一下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之后写作的时候，好，我们要 brainstorming， 我们要想说哦怎样怎样怎样，脑袋要很多东西要把它快速的想出来，所以阅读是很重要的，阅读就是让你不是很刻意的然后就记下一些单字，就记下一些用法。那以上呢就是我有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书，好，那也有一些说哦先不要用的，反正 anyway conclusion 就是多阅读，然后找时间阅读，如果你的程度是比较不好，千万不要找一本书，然后那一本书是需要让你大量的去查单字的书，找一本书呢是你可以大概看得懂，大概知道它在干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后的学测的阅读，你不要去期望说我要每个字都看得懂，因为它一定会出一些专有名词，那个专有名词它后面会有它的解释，所以你不要去很拘泥说，哦，我要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查出来我才能读，你先读之后，然后你去推敲文章或者是每一段之间的关联，去把某个用法、某个意思、某个片语去把它推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慢慢慢慢培养跟累积的一个习惯。